来乡亲来新闻，一开始来关心，为着要来改善河滨第二十一公墓周边的环境，工作室特别编列着三百万的经费，就将近了五百平的土地转型变成足球场顶绿地下游戏场所。十来何在起时，河滨镇长林根仁也专工来主持着改善的工程动工典礼，祈求工程会当。 完完顺利。河北家堡后湖百姓公庙是当地居民主要的信用中心之一，但是周边的环境垃圾，竟然成为不少人士后背丢本色的重乱点。河北定光所特别编列三百万的经费，要来改善公共的周边环境。啊，即个加咱即个呢有拨三百几万的经费要来甲整治吼，按即个啊百姓讲啊、這個，即个加本来呢啊破破烂烂，啊，搁、啊、是咱定民的一个。 乱丢垃圾、脏乱点，下一个啊地点啊，咱這呢也有经费的啊，啊来啊整治啊。今天呢是咱的啊破土仪式吼啊，希望吼啊，比如咱个会顺利啊，咱啊整、啊、治了后呢，咱、啊、地坛、啊啊啊、里啊里咱这民众啊呢，休闲的时时间呢啊下来散步，啊未咱这裡。啊 何必点亮林灯人亲自主,主持该新工程动工典礼，预计要来将即个大约五百平土地转型作为堆球场的绿地休闲场所，预计完工了后将成为甲宝地坛店附近乡亲的优质休闲场地。多将新朋业放入，何必踩红绿灯？